在玩自助登机。好的。我们要自助放行李。那我们现在是在第二航厦。在托运之前，要记得先到自助报到机列印你们的登机证哟。好，登机证。他就会问你你的包装内容，然后我再扫登机证，他就会带定位记录出来。那一样基本的安检。讯息通知，然后我的14公斤，那我们的目的航班资讯，你就印这个自己贴，就是直接对合贴起来它就好了，它不用像其他国家的还要自己撕那个废胶。好，小心，关起来了。拜拜。它直接就被倒进去。好。然后后面就会问你还有没有下一件行李，如果有，你就再说我还有行李，它就会再下一件再让你再做。那我们就压佛。哦，他就是再扫一次。拿纸。然后我们就拿出我们的行李箱嘛，他这个要收好，因为如果你行李不见，这个东西就要拿出来跟航空公司索赔。好，就这样。那我们就交给下一个。